天意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的事情真是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妈妈会那样做，你一定很生气吧？如果换做是我的话，我也会很生气的。总之，我来替我妈妈道歉。欢医生。 开会时间到了，我顺路过来叫你。哦，那我先去开会了。天意，真的吗？ 小硕去挽留房秘书了，那后来呢？好，我自己打给房秘书。有什么好事吗？这么高兴？小硕向房秘书举白旗了。房秘书吗？我都听说了，那你不辞职了？ 想是支持你的，那小叔我就拜托你了。好，哎，小姐呢？跟朋友出去还没回来呢。你是不是今天叫天意来家里了？是啊，我是想让他跟律师碰个面。 把婚前协议书给签一签，没想到他不签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婚前协议也不要乱签嘛。这是应有的防护措施，你说未来的事情谁说得清啊？天意这孩子不会轻易变心的，也绝对不会做有损自己人格的事儿，你明白吗？反正呢，不签婚前协议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这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应该让年轻人自己处理，行不行啊？ 我女儿结婚，我还不能有点意见了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这个上门女婿给我吓跑了，我可唯你是问啊！哎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她好呀。没法跟你聊啊。天意，怎么还没回去啊？在等我。 你还在生气吗？我饿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好不好？房医生，走吧。你有事吗？哦，今天完成一个大手术，大家想去吃饭庆功一下。你们先去吧，我待会到。好，那么先点餐，你早点来啊。 不要走，今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好吗？求求你了，好吗？ 那我不看了。你看吧，服务员加杯酒。还喝呀？我没喝多，我还可以喝。服务员，酒呢？我到底哪儿做错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 是我妈妈惹你生气的，又不是我，是我让你签婚前协议的吗？不是啊，你喝醉了。我不过就是喜欢你，想跟你在一起生活，我哪有错了？我讨厌你，我为什么要喜欢？
让你这个糊涂蛋。好了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一点点？你喝醉了。我没有喝多。你能不能不让我受那么多委屈？不要再这样对我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凶起来可是很吓人的。白雪，白雪，入园酒。喂，方医生。小雪是跟你在一块儿呢，是。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送她回家？我正想和您联系，那个小雪喝醉了，麻烦您派车来接她。什么？在哪儿啊？我把定位发给您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醉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这位小姐喝醉了，麻烦你照顾她一下，待会儿会有人来接她。嗯，谢谢。他刚离开，走了，怎么留下我一个人呢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放过他。